最新消息来看到，台湾外交继续硬起来，因为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最近批评马蔡总统，说他装成大力水手当网红，甚至呢是去跟教宗扮花旦。不过外交部长吴钊燮特别在推特发文回击，他特别呢是以这个 JW 署名发文，说台湾会持续对抗国家层级的干预跟渗透或是假资讯等等的威胁，而且用五毛党来形容对岸的网军，辛辣的回呛说国台办的是一群疯子。